这个的弹性都超强，这个到三垒楼的人都是可以穿，完全可以，这个很夸张，这个很夸张，因为屁股这边也是超弹。去年有买这个，这个它还是会稍微比较会去有推，对，这件是完全没有，而且分量，这件如果你敢穿，这件你也一定敢，而且它的长度是更长，是更长。你们看我这样子配到军靴，我168，基本上腿是就是腿几乎都已经有盖到，而且因为松紧腰，所以高低腰可以自己调，然后小资女生也可以穿，它裙长不会拖地，不会，你拉高一点，胸部以下都是腿，好不好？都是腿，白色也不太会透，白色也不太会透，但真的很 care 的人就是着浅色内裤，完全不会有问题。然后侧面的地方有开叉，侧面有开叉，所以步伐大、赶公车、追小孩都没问题哦。我真心觉得这个。真的要买，手感是比较棉的，所以你如果穿不住针织的人也可以放心选购。对，这个真的好舒服哦。可是这两个颜色我也很适合比较女生的感觉，可以穿小姐姐比较柔，而且对小姐姐的穿搭，配像昨天两款毛毛背心啊，这种色系穿起来就是轻轻柔柔的，很可爱。